来关心这个以外，台中市晓明女中的国中部在户外教学的期间，所发生这个亚速管爆炸意外，造成11个学生囡仔面甲手拢被烧着伤，目前有4个学生伫病院里观察，其中有2个学生面甲手有18%二度的烫伤，和家属是真唔甘。啊，到底用这个亚速管的用的时，应该注意什么代志？来看阮这个报道。病房外，学生的家长情绪真激动，讲查囡做啥拢小心的照顾，唔捌一摆过病院，想袂到煞拄着这种意外。我想到那个马桶，那叫我冲在那个进到医院，我第一个进来就是伤势上严重的两名女学生，面甲双手18%，二度烫伤，是毋是需要手术的，也需要观察。10月31日下晡，晓明女中480名国中部的学生在户外航班的时阵，将加速路的加速管啊汹涌爆炸，造成11名学生受伤。急诊室内面受伤的女学生真惊吓，校方表示航班进前，因先用加速路加把先烫一下，才过航。疑似航班炭火想接近加速路，才引爆加速管。要烤之前会先烫一下，比如香肠啦、肉片啦，先烫一下这样子。可能是摆的太离目太，对，可能是这样，因为其实这个已经好多年在实施，那这当然是学校可能有疏忽。到底将加速炉要安怎使用才安全呢？消防局表示，使用的时阵一定要确认这个加速管有靠上安全器才会当开火。加速管唔通接近其他的火源，这顶底面积唔通大过这炉架，以免过度加热引爆加速管。晓明女中户外教学办19天啊，这是头一次发生意外，受伤的11名女学生已经有7个人出院，家长无法度接受好好一个查囡参加学校的活动，煞受伤住院，爱校方给因一个交代。